Thank you.
哎，我介绍没啊？到了。你干嘛切啊？好吧哟。你干什么切啊？哦，麻烦你了啊。啊？会唔会可以坏咗啊？会唔会可以把啲只老板再倾上去？系啊，上一次嘅七百就咁啦。系啊，你话听我同你有意思搞嘢啦。你搞一个上昼，我搞一个搞一个下午啊。
地院那里啊。台上租金我也。慢一点哦。
好啦，最喜欢的组合啦，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最喜欢快车。四五十到金三角是不是啊？啊，北站。北站了。啊，金三角哪里啊？北站上面了，就是。北站了。我们这站停在这里，那我到南方看。就是现在那个长那个长青路那里嘛，那是不是？知道。那长北站，你知道？
想有一再对比，和谁人最亲。发车未啊，老板？啊？啊，食紧饭啦。啊，哦，系咁先，我知啊，将将将电话啫。啊，老板喺边度？喺边度？低速嗰度啊？行不遠走啊？啊？咁收猛啊！新街頭啊！佢帶租得啫。咩啊？咩啊？俾長安啦！八點半。係啊，又八點半咯。點啊？又？人哋同我調班嘅，我啲人走翻八點廿分嘅，啊個車壞咗，壞咗九八點半翻車壞咗喎，走八點半去走九點半，塞住阿媽啦，唔得點嘅係，唉已經到重工啦，你咁犀利咯？上溫都上唔到啦，上溫喺個高速喺高速樓咧上唔到，高速就崩死咗。係咯，我家我都行一零七走啊。係咯，十八萬。就係嗰度塞過嚟啊！同你講，有部大貨車壞喺嗰度，本身兩條車度壞咗一條，壞咗一條車車度走，壞喺嗰度。大貨車啊！係啊！唉，收埋哦！如果阿媽呢個都唔壞車，呢個夠塞，你壞下車更加塞啊！屌你閪！我嗰度有交通事故咯，太重要嘅路，不過交通處理好啦。但係個壞車唔知有冇拖開。等等我翻去都唔知點走啊！屌嘅奶嘅啫。你派咩啊？通知到接你翻派咩啊？通知到接你翻唔怕嘅，通知到接你翻。係嘛？係嘛？通知到接你翻啦。通知到接你翻係咪？通知我阿鍾傑咪接你翻啊？有冇睇排班紙咩？邊個攞啊？琴晚邊個係啊？做咩啊？搞咩收房？做咩啊？又貪福啊？
去拓麗記度啦，我話開啲開個現代嚇，去拓麗記度啦，啊，去拓麗記度啦，我話開咁慢你仔，啊。你咁鬼收埋佢啲痛到點樣？我話佢拜十五嗰時正我碰到咧，痛到我開眼飛，你又碰到？唔係拜十五，我拜十五都碰到。哈哈，係啊，係啊，求死人哦！你睇紅錢啊！呢啊，你加睇車錢得噶啦，睇紅錢啊！車錢啊，總車錢就唔會啊，係一路一路九龍線邊度，咁就係阿奶咧，又咁快嘅，你到邊度？喺威遠嗰度落啊？啊？又喺威遠行前少少嘅路，就差唔多到收路嘅路。有部車壞嘅路，如果硬係，嗱喺個收路嘅路，有到個公路開始好似變窄車道嘅路喎，如果硬係咧，我壞咗兩大貨車，即係唔使提㗎嘛。係啊，咁新聞啊！你行窄啲路就好啦，即係行窄啲路咁樣走就好啦。窄啲路啊，窄啲路啊，你嘅左手邊嗰走過去行過去。扎得路啊，兜太平嗰邊過啊，扎得路啊，邊度係咧？扎得路啊，行過少少有一條扎得路啫喎，好走嗰條路啊，妖，以前我哋經常走，喺我落得左轉過去，左轉過去就直行邊度？扎得路就右轉，係啊。走路喎，即係上嗰車搭過出嚟嗰度，尖叫佢踩落去就係啊嗰度。到邊度？嗰度都可以去噶，可以去扎扎路噶。去得去得，扎扎路。扎扎路啊！我以前嘅開車嘅啊。收好咗，等到以前呢啲啊，部位多到閪嘅，成身骨頭快發生啦。等到咯，我就阿媽都見得少嘅，咁多車，你睇下今日星期六咁多車，早啲我休息啊，條計。
下嘅咯。啊，真係傻仔，點走啦？我哋同佢翻就失到成功咯，你講啊？我都啊，翻嚟冇得，你翻珠海唔得嘛？你去珠海咁樣，唉，你都唔點走啦？因為你發飛班咯，我喺身邊發飛。我三圍車啊，我換個車位走啦。你收車啊？係啊，你換關唔到啊，我開關位咗。話明言嘅咯，咩車咯？係啊，佢10:15。10:1510:15你發車啊，現在可以9:30嘅，我要車位走到，壞車咁乜咯，唉，叫佢哋喺心中發車唔俾啊，啲老闆唔俾啊，啲老闆唔俾嘅，唔俾啊，心中直接發車啊，唉，奇怪發車啊。係啊，我打電話俾佢，我哋冇發車，我阿媽行到下灣嗰度，佢車度唔走，打電話俾我，誒叫我走到8:30，係啊，到咗8:30，係啊，幾好啦，冇講。8:30先行到嗰度，行到下灣嗰度，即係就去醫院啦，咪笑嘅。啊？咋嘅？中午。